天在路边看到了可爱的小鹿，可是这些可爱的小鹿可是马路杀手哦。在路上开车，你不但要看路，还要看路，因为如果你只看路而不看路的话，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。什么？你说我不开车，我只坐公交车？坐公交车也不能幸免的。当然了，如果你只看路而不看路的话，同样会有不幸的事情发生。看着看着，太阳就快下山了。好了，就不多说了，祝大家出行平安，拜拜。